我这是在木川，年三十的中午了，我倒要看看到这会儿了，还有哪些餐饮老板还在奋战。第一站，我当然又来桥头面馆了，又是脆烧面。我的视频真的太没有创意了，所以我是没有多少流量焦虑的。像我这么天天重复的拍，还有人看，谢天谢地吧。谢天谢地没有用啊，要谢谢你，谢谢朋友们了。我觉得我这脸啊，明显是几天没睡好那种憔悴的感觉。最近确实太忙了。就像前天晚上十点，我都还又跑到公司去谈事儿去了。不过都晚上十点了，还有人愿意跟我谈事儿，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。今天对我来说吃的有点快啊，主要怕耽误太久了，没有其他吃的了。毕竟大家再勤奋，下午还是要团年的嘛。好，八万闪人。天哪，刚才我付钱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刚才店里有个把我认出来的帅哥帮我把钱给给了，我都不知道您是谁，那就是在这里谢谢您了。哎，刘记在木川开分店了，这是前一位我最喜欢的牛肉饼了。一个，好险呢，还最后两颗差点没买到，蒸笼还有，饼没有了，亏多要点。我这最后一个了呢，最后一个，一会儿就团年了。没得了，我这是最后一个吃完了。这是一笼牛肉，还一笼肥肠，我要的是个鸳鸯，好像不够辣的感觉，再叫辣点嘛。好，我喜欢吃很辣的。要个肥肠烤饼。没得了，小朋友，对不起，被我买完了。看这么多的肉夹到一个饼子里，想说一下这个桌子，来对着光看一看。好，老板，拜拜，新年好。这个平常15块，你看过年期间加一块，16块，好吃，麻辣甜鲜。乐山的粉蒸啊，是偏甜口的，我先站在这吃完的。你看光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我这边走边吃，脸就不好看了，颜值博主嘛。走，走着吧。哇，太好吃了。哇。真的好油啊，这其实我平常在吃那些东西啊，基本上都开着的。先手的垃圾桶把它吃完了。干嘛，我还吃的那油糍粑，还有我同学家的钵钵鸡都开着的。老秦，哎，给我弄一餐吧。好久回来了？昨天晚上刚刚回来。看，这都是糖啊，要打着胰岛素吃的。超甜。像木川就是吃这种软的，但现在更流行这种脆的，前一位就是吃脆的。钵钵鸡就不吃了，还是留着肚子回去吃年饭吧。其实不止刚才我吃那些小吃啊，我这一圈溜下来，我看很多重餐饮都还开着的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赚钱，早一点回家团年。结果这回家了，发现我妈要炒午餐肉炒饭，吃了午餐肉还炒了点酸萝卜，这真的是隔夜饭，还挺硬的。但这会儿有个问题啊，火都开到最大了，只有这么点，因为大家都在做年夜饭，拥挤高峰了。我还是尝一口啊，我就吃这么点，因为我确实太饱了，还是来点泡菜。以前的话朋友问了，说我爸妈会反对我吃午餐肉，不可能反对啊，大家都很爱吃。等着吃年夜饭了。好，下午5点年夜饭终于要开吃了。干烧鱼、椒麻鸡，这是红烧掌、粉蒸羊肉、大酥肉切成的小酥肉、腊肉，另外炒了两个素菜，这还有个花菜，最后还有个鸡汤。好，那今天先来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么2月10号正月初一过生日，朋友们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！来吃个红烧掌，就是大肥肉，没有做成夹沙。这花菜和莲白都是现砍的，特别好吃。粉蒸羊肉，因为不想剩太多，所以现在年夜饭都不会做太多菜。吃块鸡脖子，这个鸡脖太老了，从早上一直炖到现在。好了，这就不拍了，年夜饭要慢慢吃，那就明天见。嘿，我们天天见。